所以哦，如果以后人家问你说，哎，Excel 到底能够放几栏的资料？那就是放16380，你不用记那么，你就大概16000左右啦，就记个整数就好了，不用记那么细哦。所以 total 啦哦，所以如果人家问，应该也不用无啦，问你说总共呢，Excel 一个工作表能够放多少个储存格？那就把104856乘上16384就有答案了啦。OK，不过应该，我想应该也没有人无聊问你这种问题。OK，啊，不过啦，当然这是最基本的啊，也就是说，你至少要知道 Excel 的能耐到哪里，然后呢，它跟资料库又怎么不一样？OK，资料库当然可以放的笔数就比较没限制，你要放个1亿笔资料其实也没问题，OK，然后栏数其实也比较没有问题，但是 Excel 的话有这些限制。可是你限制好像也够了，然后，好，那所以请各位先大概。